不管是工厂用的 AGV 还是王老板的仰望，只要四轮独立驱动，电机功率够大，不在意轮胎磨损，硬戳是可以原地掉头的。但是估计一个轮胎硬戳不了几百个圈就磨损完了，而且功耗也大得离谱，所以原地掉头正常是需要用麦克纳姆轮的。但麦克纳姆轮在粗糙的地面也是不耐操的。这是一个刚创业小团队搞的带悬架跟四轮独立转向的 AGV， 这就可以用普通的轮子实现原地掉头与爬坡过坎。他们正在找融资哈。